大家早安，现在时间6:05，因为不太知道自己在干嘛。今天和朋友相约这个时间，然后我们要骑的路线是圣母峰，也就是 Everest。那它总共的爬升是8848，没有错，你没有听错，我们就是要一天内要爬8848，所以做了一些准备，吃的、喝的。用的，从左边开始呢，就是有我的卫生棉条，因为真的很不幸的，这次也遇到了姨妈又来了。其实今天早上我觉得起床的时候我还蛮后悔的，想到天哪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？所以啊，小 T 刚刚就查询一下，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完成这条变态路线？结果让我很意外，因为蛮多的，18000多个人，而且竟然还有人用跑的，信心大增啊！立刻去查询一下虚拟圣母峰的游戏规则。第一个啊，它累计的爬升是8848公尺，是单次的活动哦。第二个，它没有时间限制，也就是说你要吃喝啦都是可以啦。不过也非常幽默，他建议你不要睡觉，因为你睡不知道睡多久啊。第三个是，请你男朋友不要把你踩台，不是啊。第三个是，你的体重不能谎报、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完成了这场赛事，你就可以入他的名人堂。第四个，任何的爬坡路线都是可以的哦。来 ，Swift 官网啊，依照路线的地形分成这四条建议的路线哦。那小迪是选择 Watopia Road to Sky 里面的 Abadou Swift 的这座山来做一个骑乘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到底会不会成功喽？嗨，好累哦。我把它当成是一场马拉松。一场马拉松，有那么久的吗？而且我的衣服啊都准备好了，红橙黄绿蓝靛紫哦，不是要8件吗？8件，但是你啊，我3件就好了。没有，我想会湿啊，不是会流汗吗？等等见啊。好，拜拜。见我策略就是有氧骑，因为我觉得这种赛事啊，要骑这么久，就很像520，以及也没有用。你们聊聊 Road to Sky 的故事好了。反正很无聊，感谢你们陪我啊。Road to Sky 的设计蓝图啊，它是用一条叫做 Apatouz 为蓝图的设计路线，它是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脉，冬天的时候就是滑雪的圣地啦，夏天呢，夏天就是环法的经典路线之一啊。它有知名的21个弯，哇哦，就是延绵不绝的弯道。有看过阿尔卑斯山的少女，没去过阿尔卑斯山。那可以借由虚拟的画面，让我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地方。好，现在看到画面都看到轮盘了，有没有？转给我来一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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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一位啊！手套，赚了，反正我还有8次机会，怕什么？然后你现在可以看负9趴，所以代表什么？下车，我们就让虚拟的小弟好好加油。这12分钟我是修订，准备第二圈。好，重点不要过这个绿幕，画面这有一个这个。哼，转哼，转了之后才有办法计圈，在山顶抽奖抽轮组，就是要过这个绿幕，拿了这个东西 Ice Power， 其实这不知道放了 N 年啦，这好像可以什么运动修复，什么擦了凉凉的，我家的东西很差，放大过期，哈，包含 BCA 过期我还是会吃啊，我就是勤俭持家的客家女孩啊，啊不然过期的时候你不吃哦，啊不然你寄给我好了，我等我帮你吃掉。泡了咖啡啊、哦，好爽啊！就在家才有这种享受啊。哈，我穿上了绿点衫。哎呦，这种百年难得一见的画面。反正应该就是爬坡很快的意思啊。我不知道哪里爬坡很快，可是我明明还好。反正很幸运啊，可能大家没有起床，我才有这荣幸。感谢大家哈，浪闲了。会想问说会有哪些训练？我在2个礼拜前，当我决定要挑战8848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的训练的课表通改成 Road to Sky。那今天就觉得，蛮顺的，因为我大家都知道，我现在到了这个弯，大概坡度是多少？来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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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喂！累，也正常吧。爬了2900，2931了，目前介在有点撞墙期的1/3的感觉。等一下，善用那个休息的时间去做一个 recover。OK， 第一圈黄色的衣服，第四趟，等于说我骑完第四次之后，8848就是过了一半。刚刚第三圈的时候，有点接近撞墙期，这时候该怎么办？拿出自己最喜欢的东西，金沙。刚我靠金沙复活了，捷豹。第三次披上 QN，
登山王的山，加油！我现在表演，车上吃豆花，好美味哦！啊，这种是最好吃的豆花。快疯了，炫！12%不能吃了。7%，再吃。7%烤来吃，要不然等一下。哦，冰家哦。哇，就靠豆花战胜一切了。哇，加油！我已经在冰敷了。哦，刚抽筋左脚，抽痛了。想发现一个我爱吃的东西，好啦，冰的。哦，还好昨天有给他3个肉颗，太好吃了。这吃酱货太卡，超赞的。嗨，第六圈结束，发生了一个悲剧。跟我一起骑8848的伙伴年哥，第五圈结束的时候不小心按到了结束键，于是呢，他的8848就停留在了5228公尺。我的补给就靠这一块了，8848，单车小弟加油！还剩下2圈半，我就要给他点蜡烛，为自己就是庆祝一下。What？ 8848好难，只剩小弟很干，8848好困难啊，单车小弟会骑完。耶、yeah! ！好，继续上车。Oh no！ 好，目前是在第7圈。嗨，累死了。就是我想讲的，已经爬了7015，我一定是疯了。然后总共骑173公里，骑了11小时06分了。除了加油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啊！要跟你们分享我有多累，我只能说我真的再次向那些完成8848的车友们致敬。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它整体的爬升都很陡，那个无限循环很可怕。我的重点期大概是在第6、第7圈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很想放弃。等一下会再换上我最喜欢的最后一套衣服，那我们就继续加油。好 ，OK， 先这样喽。嗨，现在8:05，Road to Sky。等一下，应该是会停在第9圈的地方。对，那就会完成我的8848。坚持下去，继续坚持下去。因为如果连这400都坚持不下去的话，下次还要再多爬一次，我才不要嘞！我这辈子只会爬这一次。目前。总公尺是8843，8844的，还剩最后的4公尺，我就要下车了。好，什么感想？累爆！啊，到了8848，啊，拿到了耶！啊，天啊！为了这一个那个奖牌，我不知道等了多久。好，那等一下。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，我终于是完成了8848 Everest 圣母峰这条路线了。心得，我好累，吃什么？吃这些。哦，今天就是在骑乘过程中什么都不想吃的时候，麻辣最好了，超棒的。那大家会说，那为什么小弟要骑 Everest 这条路线呢？原因是小红梅二号，就是我旁边这一台，他即将退役，就帮他选了一下这一条路线。那就大家去骑，想说要骑啊，要退役啊，一定要来一个最秋最厉害的路线，那就是 Everest 的圣母峰了。可是没有想到这么累，五人真的把自己给搞爆。所以啊，如果大家时间很多，然后也想自虐，来一个就是很秋的一条路线，欢迎选择圣母峰 Everest 的这一条路线哦。那先这样哦，拜拜。